每逢出外参加国际性的选美或者做亲善访问，我都会来综艺选购一些工艺品送给外国的朋友。现在综艺庆祝29周年，是由麻地分公司全新装修，双重喜事盛大酬宾，还有古今中外精品介绍，美不胜收，你一起分享啊。1988年到香港小姐竞选参赛佳丽穿着的旗袍，是由综艺公司赞助。